咁啊，都有成五六年冇翻過嚟啦。今次翻嚟咧，見到成個 White Rock 嘅變化都唔係好大。特別係想講一講嘅咧，就係喺呢度嗰個清潔嘅使用啊，做得非常好啊。如果你喺香港或者你去長洲啊、大嶼山，好多時候咧，可能遊人太多咧，地下都會有一件好多唔同嘅垃圾啊、煙頭啊、紙巾啊、飲完嘅紙包物嘅飲品啊，如此類推。但依度嘅人咧，佢哋好多時候喺啲細店裏邊咧買完 fish and chips 咧，坐喺呢啲凳仔裏邊享受個 sunshine 啊，或者享受個日落啊，咁咧佢都會好自覺地咧，將佢台面上面嘅所有嘅垃圾咧係抌翻落垃圾桶。嗱，仲唔知咁啊，仲將佢分類得非常好嘅，紙有紙，食物有食物，廚餘有廚餘，鐵罐有鐵罐，分類好曬嘅，一絲不苟。因為加拿大的環保的事業都做得非常蓬勃，同埋都幾喺世界上面行得好前啊！咁所以咧，國民每一個國民愛惜個環境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哋都好愛護環境咧，好自動自覺，好有規律，好有秩序咁樣咧，係做呢一樣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叫《天地一沙鳩》，《天地一沙鷗》啊，就講一隻海鷗嘅角度咧，喺大自然裏邊嘅翱翔啊，飛喺海邊啊，飛喺海裏邊啊，驚濤海浪啊，暴風雨啊，係啲70年代嘅戲嚟嘅，《天地一沙鷗》。咁啊，我哋成日攞個戲就《天地一賓鳩》，咁啊開玩笑。咁但係我問咪哥同埋阿仙人咧，就一定係有睇過依一套戲，配以一啲悠揚嘅音樂啊，配合個環境嘅節奏嘅音樂嘅配樂啊，咁用一隻獅鳩嘅角度咧去睇成個世界。咁呢套戲咧喺70年代咧，我細個嗰陣時好有印象。咁而翻到嚟咧 ，Vancouver 最大嘅特色近海邊裏邊咧就好多獅鳩啊！啲獅鳩咧就咁樣喺度叫，飛嚟飛去。咁亦都係唔撚驚人嘅喎。甚至乎有時你食唔曬啲 fish and chips， 你抌俾佢咧，佢都可以去接受你嘅食物嘅，係好撚過癮。呢就是一個很 nice、很 harmony， 人亦都很 friendly， 享受佢自然環境的地方。嗱，呢度都有強國人嘅，但我發覺啲強國人嚟咗呢度之後咧，自己就進化咗啦，識得唔好嘈冤巴撚閉，唔好呼兒叫女啊，呼兒喚父咁樣，屌你老味嘈冤巴撚閉，冇依啲歌仔唱，亦都唔會話屌你白仔食咗嘢未啊，飽唔飽啊，凍唔凍啊，屙咗屎未啊？我最撚怕咧聽撚到呢啲。華人咧一大細路仔出街咧就係得三樣嘢嘅啫，食怕唔怕凍啊，飽唔飽啊，急唔急屎啊，急唔急尿啊？華人嘅父母係好撚阿耐型啊！屌你老尾，真係破壞曬個環境。好彩我今日冇見到。
Broden， 嗱，呢度咧真系有嚿石头咧，系白色噶，好大嚿，咁啊有咗白色，咁就系呢度 White Rock 嘅呢个好 signature 嘅 icon， 真系有嚿 White Rock 喺度啦 ，OK？ 嗱，我哋冇几远 ，Desmond 嗰度，你知唔知系你爸爸话俾我听系美国嘅地方嚟嘅 ，America 嚟嘅，阿美利坚合众国喎，你都未喺度，我起话俾你听，系咪啊？串啊你！咁咧嗰度咧就係、喺美國啦。咁啱啱呢度又見到有一條好長好長嘅rail track。咁其實呢度有少少 historical 嘅嘢講俾大家聽咧。原來以前喺20年代啊，即係 Al Capone 嗰個年代啊。咁其實美國係禁運唔准飲酒噶嘛。咁好多譬如啲 rum 啊、scotch 啊，其實咧都喺加拿大裏邊咧就偷運落去美國嗰度嘅。咁呢度 White Rock 嘅地方咧，其實頭先有好多嘅bow house 啊、嗰啲 inn 啊。誒嗰啲旅館其實就當年好多嘅 smugglers 咧喺依度咧就會聚集嘅，嚟睇下點樣去交貨啊，咁亦都當然亦都有酒嘅地方，梗係有歌舞升平，有舞有表演有成成啦，咁喺度劈酒啊、傾偈啊、做交易啊咁樣。咁而美國嘅FBI 咧，亦都會派人上嚟去捉啲 smugglers 啊咁樣。咁啊好撚奇怪。咁如果大家有睇嗰套戲叫《Untouchables》咧，其中有一幕咧就喺美國同加拿大嘅邊境裏邊咧，就發生槍戰，去同呢啲 Al Capone 嘅 smugglers 咧運私酒嘅人咧就打鑊勁啊！嗱，依嚿石頭咧，頭先我個細路仔契仔咧就表演咗爬石啦，因為佢重心比較低咧，就兩嘢就上咗上去啦。咁亦都見到有啲外國人咧，即係加拿大人咧，因為長得高大咧，嘣乜嘢就嘣就爬咗上去啦。咁係好好玩嘅。咁又唔覺得好特別危險喎，即係除非你 stupid 嘅啫。咁但係就好 peaceful， 好正到。Hey Tess, Tess man, do you have a problem going now? Go. 去那看野厅哦。Can you mind your scrotum?You burn your nuts? No. Good job! This is your case.行到嚟呢度咧，出面仲有一个好长好长嘅堤坝咧，行出去海里边。咁呢度出去咧，其实基本上已经系太平洋嚟啦。如果有地震啊，有海啸啊，有啲咩 kick crack 嘅嘢咧，或者有个 sila 咁嘅地方咧，呢个地方咧就喺 Vancouver 第一个 direct hit 会撞到板嘅嘢嚟嘅。Imagine 如果一个大嘅 tsunami 冚过嚟，就呢度哇走都冇得走，全个 Red Rock 都会被大洪水、大海啸淹没噶啦。不過唔好講啲咁嘅嘢，今日個思潮唔係幾好。一起身睇咗啲 Facebook 嘅 news， 香港嗰啲選舉、選情嗰啲咧，各位仲有我而家就啱啱喺八月尾啦，就成日見到香港啲 Facebook 個啲支持者又好，啲政黨嘅人又好，亂七八糟、烏煙瘴氣、鳩子馬碌。有時睇下呢個海景咧，即係唔使咁執著啲咁嘅戇鳩嘢咧，喂，真係舒服好撚多。即係點解人要鬥爭鬥到咁撚麻撚煩、咁撚肉鳩酸？咁撚人性卑鄙出撚曬嚟咧，真係要睇下個大海咧，中和一下。喺度懷疑思想狹窄得太緊要，胸襟亦都好狹窄，同一班人躺同一個混水，咁就唔係幾好。依個係一個好嘅 detox 嘅地方嚟，令你心境平和。今朝好多嘅煩惱啊，好唔開心嘅嘢咧，睇完依個海景啦，已經一掃而空。
嗱，行到出呢個堤，呢個碼頭啦，好長啊，條木嘅木砌嘅碼頭。咁去到尾咧，其實就會見到好多嘅遊艇啦，同埋一條石嘅 dike。咁呢個係俾啲艇入嚟呢個位置，即係亦都係防浪啦。OK， 咁喺下邊個碼頭嗰度咧，其實有啲船咧，就係喺度有一啲叫 whale watching， 即係睇鯨魚。Real talking 咧就係如果記得睇 Excuse My English 咧，阿 Ali 咧就最叻就係扮 Real talking， 咁啊好記得佢咁樣去教我哋講英文嘅。咁啊下邊亦都有人會釣魚啦。出到嚟呢度咧，其實開始好大風喎，我直接係面對緊同埋接觸緊太平洋嘅，因為 officially 我哋係出到係面對緊太平洋。咁啊，如果你諗下咧，去到十月可能有 windstorm 啊，有大風啊，其實呢度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多嘅大浪。其實就算而家今日都幾風和日麗咧，我哋睇翻對面嘅海面啦 ，Daniel 麻煩你 zoom 一 zoom， 已經有好多嘅白頭浪啊。咁你當你真係得大風大浪嗰陣時候，呢個係無遮無擋，甚至冇就算我有個 Victoria Vancouver Island 呢度擋一擋咧，都會好大風好大浪，好緊要嘅。咁啊，依、這個就差唔多啦嚇，成、個 wave walk 我 show 曬俾大家睇啦。咁我最睇得最多咧，除咗游雲之外就係獅鳩。獅鳩就係飛啊，天地一沙鳩，哇好多。咁啊水我就唔 recommend 大家嚟呢度游水啦，因為的而且確係好凍啊，凍緊到春袋咁，龍眼咁樣洗粒就冇咁意思啦，係咪？咁啊凍親冇命陪喺呢度。咁啊亦都有人除咗呢度釣魚之外咧，亦都擺啲蟹籠喺度咧，就捉蟹嘅。咁啊 BC 嘅法例咧，蟹咧係唔准大到咁上下，即係冇翻唔知幾多六寸定八寸嘅 diameter 個蟹身咧，係唔准拎上嚟嘅，喺度還是要抌翻翻到海度。咁喺依個保育嗰方面，佢哋做得係幾好啊！亦都係愛護大自然，唔好亂嚟。咦，啱啱又撚樣跌咗落海，唔知做乜撚嘢事？嗱，跌咗去仲未浮翻翻上嚟喎，睇下佢翻唔翻手上嚟先。哎，出事啦！屌你老尾！哎，抌個西瓜落去，大佬。咁去咗邊咧，僆仔？上嚟未啊？上咗嚟。上咗嚟哦，上翻嚟啦。哦 ，good for him。唔使抌个西瓜落去，因为西瓜都几贵嘅喺度，食咗好过啦。Anyway， 我知我可以跳入你噶。你唔好谂谂咯 ，don't even think about it。OK。点解唔可以啊？好啦，我哋差唔多要走啦，天开始天黑，又翻去 Vancouver。出香港而美丽的温哥华又到最后一集了，下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要离开我心爱的一个城市，临走前带大家去看一条街，这条街紧要了，什么宗教都有。跟住我亦都同我的老死阿 Daniel 咧去探佢个小朋友的校外的课外活动 ，OK， 睇下班温哥华的小朋友暑假是玩乜鸠。为了将来的建国的大业，我们一定要学识军火怎样去操控，而我亦都表演我天生的潜质，我是一个枪王神枪手。屌咗香港二美丽的温哥华圆满结束，大家一定要看埋最尾嗰集，下星期四 MIHK 旅游频道8:00。